好，那让我们欢迎Sim 来颁发这个女子形体的第五名哦。第五名的选手，各位觉得是谁呢？哦，好紧张哦。那我们来看看第五名，邀请二人帮我们公布。好，那我们请247号选手，恭喜你得到女子形体第五名。恭喜。选手们，请你们稍微往后退一些些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五名，可以获得奖牌。还有这个厂商杰西米斯赞助的精美礼品一袋。好，接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颁发第四名，请62号选手朱烈。62号选手。各位觉得第三名是谁呢？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恭喜142号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晶晶哦。哎，晶晶的教导在哪里？尖叫一下！尖叫一下哦！好，教练在那里，今天教练在那里。我们的前三名可以获得大会颁发的奖牌以及精美的礼品。亮级冠了哦！各位觉得冠军是谁呢？好，冠军14号选手。14号选手，恭喜你获得了冠军！好，我们的后面的三位选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参与。好，我们来一张合照，恭喜。好，前五名的选手，我们统一来一个 pose 哦，大家一致的 pose 哦，一致的 pose。好的，谢谢。